仆街啦！105先啦，试下105咯 ，OK 啊！好紧张啊，大佬！我即系我而家唔知道自己有冇讲大话噶，压力好大啊！你暂时人生入边有冇遇过100分嘅女仔啊？呢两个女仔边个令你心动多啲啊 ？Ivy Show 有冇叫你做姐姐啊？入边有冇令你有 feel 嘅女孩？身边嘅人有冇提醒过你要小心呢个人？好啦，定定啦，开始啦。颜卓玲小姐，你好。而家紧唔紧张啊？少少。数字上都强，系咪好高啊？其实我系唔信嘅。唔信咩啊？唔信测谎机。佢其实唔系测谎机。我系女人。佢唔系测谎机。我系女人。我冇讲大话，佢真系唔系测谎机。你好啊 ，Ivy Show。你好。久仰大名，多谢你初次光临是当真。啊，系我嘅光荣。你多唔多讲大话噶？还好啦，正常啦，可能。即系适量嘅大话。系啊，即系而家都可能讲紧大话。林嘉熙，系开唔开心啊？做呢个舞台剧，开心。Feel 100%系咪啊？系 feel 100%。我哋讲下张相先啦。嗯。系冷静啲先，佢咪坏咗？唔系，哦，冇坏。你系咪有心扮泰森 Yoshi 噶？冇。咁你觉得自己似唔似啊？其实我觉得唔似啊。100%有几多 percent 似？50啦，上半似，下半唔似。你觉得唔似，但系有50%似。系。即系你本身就系有50%似泰森。雖然你冇心扮佢，你嗰50%係點似法？呢個就係泰臣啊嘛？可能係。你暫時人生入邊有冇遇過100分嘅女仔啊？冇，未試過，未試過有呢個感覺，百分百感覺未試過。冇啊，冇啊，咁你做乜拍拖？嗯，有是怎样的？你心目中的100分是怎样的？舒服的相处得，我很可以令他开心的。是你的笑话令他很开心？那更好啦。因为分人男仔啊，没。那你认为100分的男仔是怎样的？我觉得课而家来讲是很体贴到我的情绪的变化咯。因为你情绪变化很波动，是啊，尤其是现在接了这套舞台剧，压力很大啊。你现在有没有对象的？现在没有。有没有追求你或者你追求的目标？IGDM 算不算？ IGDM 有人追求你？又不是追求的， DM 聊下偈咁样。他们 take 唔 take care 到你的情绪波动？ take care 唔到，因为我很少福，很少福。我通常要处理完个感受先同佢讲，但我通常都同我啲 friend 讲，我连我妈都唔讲噶。或者你哋可以同我讲啲好笑嘢啦，咁我可能会复多啲。所以如果想打开个缺口，就系要靠好笑吓搞笑。系啦，啊，所以唔少啲咪唔系咯，打开唔到个缺口。Locker 好笑啲嘅，讲好笑话，幽默感嚟讲。Locker 有冇机会攻破嗰个缺口咧？都冇。都冇。因为佢平时感觉佢哋两个嘅对话就系会落去蒲嗰啲人。是不是 我不知道。哦，你不清楚。我不清楚。你在这个百分百感觉的舞台剧里面是冷静冷静冷静。喂。是这样响的东西。是因为它 delay 的。它会 delay 的。你在这个百分百感觉的舞台剧里面就饰演许诺了。嗯。许诺是一个专一一往情深的人来的。是。你觉得自己和许诺这个角色是有难度的。OK， 你可以继续问。是你觉得自己和许诺啊，没理由的。有没有冷气啊？许诺是一个对爱情一往情深、专一的人。
係。你覺得自己同許諾有幾多 percent 嘅差距啊？50啊，都係。係咩嚟㗎？咁五十係咩嚟？即係即係好多角色。即通常我哋做演員啊，係角色係一定有相似嘅地方噶嘛。相似嘅地方係咩？對愛情好好好好投入，投入，好投入。呢個係相似，呢個相似嘅，呢個係相似，呢個係相似。OK， 咁唔相似咧？唔相似，唔相似就佢係一個許諾係一個好傳統嘅人。傳統係啦，我一啲都唔傳統嘅。明白。呢兩個女仔邊個令你心動多啲啊？我會揀 Ivy 嘅。點解咧？顏翠玲對我嚟講好似妙麗啊。而你係哈利波特？我係哈利。就唔接受唔到妙麗，係點解咧？唔係好啱，太叻啦，太認真啦，太認真。咁 Ivy 數一百 percent 嘅話，佢係幾多 percent 啊？喺你心目中七十到咯，七十係。咁顏翠玲合唔合格啊？合格，合格嘅。喂，唔係佢人好好噶。I'm so sorry， 翠玲 ，I'm so sorry。冷靜啲先嚇，我哋冷靜啲先。OK， 唔係即係我喜歡佢嘅，所以朋友真係喜歡佢呢個人嘅，係。係 ，as 朋友合格定 ？as 朋友高分 ，as 朋友高分添。係。Ivy Show 有冇叫你做姐姐啊？冇啊。咁你點睇呢個妹妹咧？我覺得佢有 potential， 因為佢會嘗試去。做舞台劇，即使佢未試過。你暫時人生入邊有冇遇過一個一百分嘅男仔啊？我諗連我都唔係一百分嘅女仔啦。如果有一個好搞笑嘅人，佢身形咧就大份過你嘅，戴眼鏡嘅，佢演技好好嘅，好多人話佢影帝級嘅演技嚟嘅。一個咁嘅男仔去追求你，你覺得會唔會心動啊？你？不知道，要認識了才知道，因為你給的資訊不夠全面。那如果是這樣的呢？不知道，要了解一下先。搞笑啦，戴眼鏡喎，身形都越來越大份啦。是。很多人說他是影帝級啦，在 YouTube 上，單憑這張相。單憑呢張相實在太難講啦！你覺得自己係咪全 Cola 最靚女嘅？我覺得唔係，我自己覺得唔係咯。邊個靚過你啊？其實大家都好靚啊！我尤其是覺得 Day 咯，我成日同人講阿 Day 好靚。阿 Day 靚過你？係啊。即係阿 Day 係？唔係，我覺得自己係醜樣噶。你覺得自己醜樣？係啊，因為連登去講我嘅容貌嘅嘢係攻擊唔到我，因為我係覺得好認同，我都唔知道自己點解會。俾人覺得靚，呢一年又好啲嘅，又覺得個樣子都唔係差咯，咁都接受自己啊，係啊，都接受咗身上，自己係啊，都會有啲靚嘅位，或者有啲肉地，其實反而唔係骨慘慘咁樣，啲人先至覺得靚嘅。你有冇 account？ 有啊。你會唔會留言噶？唔會。你係 CD room？ 係咪咧？但係有。有 account 嘅喎，即系我有啲唔系睇到个 emoji 噶嘛，我系睇到个 garland 嘅。我以前都有，而家冇咗。点解？申请唔翻。哦。所以我而家都睇唔到啲加密嗰啲 emoji。少咗好多乐趣。少咗好多乐趣，都少咗好多烦恼。啊，系嘅，我曾经都 delete 过两三个月。两三个月，跟住咧，咩原因令你再装翻？觉得自己控制到或者平衡到自己嘅心态。的時候就單翻啦。但你頭先一開始話你情緒好波動，係工作咯，對自己要求多啲。譬如頭先啲 hair 都話哦，原來啲討論區講你啲嘢會咁核突㗎咁樣。嗯，我就我好似睇慣咗啦。嗯，呢對係 Cola， 係入邊有冇令你 feel 100% 或者有 feel 嘅女孩？嗯，冇喎。冇啊！冇 feel 100%。咁有冇有 feel 噶？
有 feel 嘅都有。几多个？都多噶。三个？四个？三四个。三四个。嗯。介唔介意话俾观众听系边三四个？介意啊。咁算啦。你公司或者身边嘅人有冇提醒过你要小心呢个人？身边有。佢点同你讲？佢话小心啲啦，唔好同佢行得太埋啦，私底下唔好理佢啦，唔使理佢噶啦，唔使复佢 message 噶啦。你点睇 Ivy Show 呢个人？排把戏又觉得佢都几有趣。有趣？点有趣法？好男仔头。好男仔头，吸唔吸引到你啊？男仔头。男仔头吸引我噶。嗯。所以咧？所以就觉得佢会有趣。咁 Cherry 咧 ？Cherry 都男仔头，都有趣。咁即系个个都有趣喎。个个都有趣。吴兆轩咧？吴兆轩就唔系男仔头啦。你觉得吴兆轩嘅笑话好唔好笑啊？有啲都几好笑。例如咧？唔记得。你同吴兆轩嘅幽默感系对得上嘅。我觉得其实好多人都有幽默感，我但系吴兆轩有冇咧？我唔知佢知唔知道，就系佢可能讲嗰啲笑话系特别唔好笑，呢、這个点都系好好笑咯。吴兆轩咧，佢唔搞笑嘅，但系佢节目效果系有交到嘅，所以佢个人本身好好笑，唔好笑。你觉得自己100%搞笑，你有几多%搞笑咧？一百，佢以为自己好笑，嗰、那个有趣，系，但系又锲而不舍，嗯，系，唔算咯，由佢搞咯，佢有自由搞笑嘅，嗯，应该好多人都同佢讲过，叫佢唔好搞笑，嗯，我支持佢。有冇直接同佢反映过？有啊，佢唔理过，佢唔理，系啊，同埋佢系一个小朋友嘅人咯，唔讲幼稚啦，系几幼稚嘅人咁样。你系一个100%搞笑嘅人，系咪啊？百分百搞笑，二十，嗰二十系咩啊？毅力？我觉得我唔搞笑嘅时候系可以搞笑。咁点解你成日搞笑？我觉得系心魔嚟，我好中意搞笑。我而家啱搞个笑，你有睇动漫噶嘛？嗯。有个僆仔望住你跌落街，嗯，估一套动漫，估唔到。我推的孩子。有个僆仔望住你，望住我跌落街。我推的孩子，我推的孩子。你有冇谂过唔好再讲笑话？李志话俾我听唔好讲笑话，观众话俾我听唔好讲笑话，朋友话俾我听唔好讲笑话，数据话俾我听我要讲笑话。数据，我喺 IG 说笑之人嘅冷笑话，人生第一次10,000个 like。辛辛苦苦拍條片個 trailer 幾百個 like， 我喺 flash 搞個爛 gag， 啲人入嚟零分，講好多次，聽咗多次啊，係啲三四倍 like。佢係咩嚟嘅咧？嗰啲 like 係？你覺得你應該係馬車啊？係價值，係價值嚟嘅。你係歸類咗馬車啊，定係 band 歌咧？點解要係呢兩個先？呢個舞台劇咧就同劉俊謙做嘅。係。你觉得佢靓唔靓仔啊？阿谦靓仔啊！咁你觉得刘俊谦同我边个靓仔啲啊？老实讲，我而家咁样望，我觉得你哋越嚟越似。我同刘俊谦越嚟越似样。你有冇听过佢唱歌啊？我有听啊，有个素可林嘅 MV 啊嘛。系啊。佢叫咩拍咩嘢啊？系，我嘅问题系，你觉得佢唱歌唱成点？我 OK 啊。你覺得佢 OK？ 係啊。而你自問係一個坦誠嘅人。係啊。嗯。有首唱歌嘅表演好，但係唔好聽。嗱，你三位嘅喺呢個舞台劇入邊嘅演出拍檔啦，呢個係佢哋嘅 Google 入邊嘅熱門搜尋。嗯。佢哋三個嘅熱門搜尋咧，都係有啲人名喺度嘅。嗯。在你的熱搜入邊咧，係冇人名
蘇雅琳住邊啊？蘇雅琳 J J 撳入去之後係啲同我好似樣嘅 A B 女優嘅樣咯。係咩名啊？我唔記得咗。唔緊要，都唔出得街嘅。蘇雅琳腳趾。點解佢哋要 search 蘇雅琳腳趾啊？我唔知啊，前一排戲吳小軒先話我冇剪腳甲咁樣，關你咩事啫？頭先嘅回答入邊有冇一啲嘢係講大話噶？冇。包括劉俊軒嗰一題係咪？係啊。頭先嘅回答入邊有冇講過大話？好似冇。你使唔使諗清楚啲？冇。頭先你嘅回答入邊有冇講過大話？有冇講過大話？啊有。有啊，是啊，但不讲在哪里看。哇，好开心啊。是是。成功过到关的那个大话是。我不知道。没响的头先。我不知道。OK。我没留意他。好，多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拷问。你在头先的回答里面有没有讲过大话？没有。全部都是真话。是。好，多谢你。完。吓死人啊！吓死人啊！好惊啊！好惊啊！哇，好辛苦啊！其实都 OK 啊。吴小轩头先做咩搞到咁凝重咁样啫？乜扮晒下一个节目效果 ？Thank you. Thank you.